林三耀，你他妈做人太不厚道了吧？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、啊？我和阿贤都是你的发小，这是最好的项目，为什么只给阿贤一个人？哟，耀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兄弟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，我这次过来呢是想跟你借点钱，我就不打算自己出来做事业了。这个你看，我小舅子刚买了车，最近钱都借给他了，手头也不富裕啊，要不你再想其他办法吧。哦，那行，没关系。慢点。好好的金饭碗不端的，非要出来创业，这不作死吗？还好我弟弟。兄弟，一个人创业无不无聊。我暂时还没玩够，我不想成家。这是我起西部的佣人，8万块钱，你去拿去用吧。我们是兄弟，患难与共的兄弟，今生有。你也知道我把最好的项目给了阿贤，但是你却不知道，阿贤曾把他娶媳妇的钱给了我做项目基金。帮你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。现在你离开我的办公室，以后我的任何项目你都没有机会再接了。男人站直别趴下，有泪不轻易的擦，就算前方坎坷，狂风暴雨拍在我的脸颊，男人再苦也不怕。给你一颗糖，你看到我给他两颗，你就对我有看法了。但你不知道，他也曾给过我两颗糖，而你什么都没给过我。帮忙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珍惜对自己好的人。有多久没见，没打个电话？我的朋友，现在你们。